今天来南门吃饭，西岸营地。OK， 今天来西岸营地吃饭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卧夫？对，然后我们要吃卧夫。本来觉得这个旋转木马挺浪漫的，但现在晚上来看觉得好恐怖。可以。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猫啊，这是什么猫啊？哦 ，OK。那个木马可以玩吗？外面是小猫吗？还有一个小朋友。这餐厅好漂亮，好适合拍照，但是很好的位置都被占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坐外面。这家店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标本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老爷爷一直看着。你要喝什么？广场舞大妈自带 disco 灯。